还好吗？手还好吗？没有，我支持我，我有点热。等一下，你干嘛抽卫生纸？没有抱怨。这是哦，那第一次影片破五万的话，我可以参与第一。在前期，你知道吗？我装了电脑六块机，可是因为疫情，我们没办法看起来。啊，不然我现在视讯直接给你看。我看你能拿出什么。一二三。欢迎收看《波波接地气》。夏天到了，可是因为疫情却没有办法出去玩。好不容易练好的身材，却能在家都没有人看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今天在家里面看看网友们到底有什么夏天的战袍吧，走吧。所以你这件比基尼是你觉得很厉害的吗？对，因为我没有说特别大，就是 C 跟 D。你知道你讲这个话，有非常多观众会很哀伤的。大家好，我是公主 A 姐之王美小奶怪。你现在是在做什么？坐月子。我是人母。人母，所以你生小孩了。对。这是什么穿搭？你觉得这遮阳很方便吗？所以你夏天会穿这样出门？会啊，我有时候去健身会这样走在路上。你觉得女生夏天穿搭的元素最重要的是什么？露腿、露胸、露肩膀、露腰，露性感会让人家看。我觉得露太多就会有点没质感。夏天的时候，女生怎么穿会比较吸引你的目光？不穿，不穿，太真实。最不能接受男生跟女生什么样的穿搭？我说真的，长相。如果像彭于晏，他一毛差出来穿掉，他会来拜托我。他很帅，但要长得帅。A B 第五，它里面有一个女主角，但是一毛都差出来，就会觉得她很正。啊！白吊嘎，黑吊嘎，就觉得哦，阿公。啊！我想到我偶像有一张名人的阿公吊嘎照。你怎么又阿公吊嘎照？在哪来的？那你可以接受女生有腋毛吗？不行吧，女生如果穿比较少，然后穿橘皮一块，然后黑一块，就觉得不太行耶。就我觉得刮腋毛是一个礼貌，还是自己会想刮？我很懒得刮，我就对露出来刮。跟我一样，我是你没有刮，你现在没有刮，现在我现在没有，不要不要不要。试着让大家扬眼一下吧。哇塞，这个，这个姿势什么？这个姿势我觉得要留着。哇，好可爱，我很像小精灵哦。哇，好美哦。这件这个真的很好看。这件真的太美了，而且超吸睛的，好美哦。哦，这个画面真的。它的背真的很漂亮。超美的，你最有自信的部位是哪里？锁骨。真的是仙子，不仁不输阵啊！锁骨秀出来一下。刚刚那个可以放几个影片？哦，可以可以的。你方便站远一点，让我们看你的整体穿搭。夏日穿搭。哎呀！哇，大背包也是肉肉，这套很好看哎。手还好吗？手还好吗？我不服，我有点热。等一下，你干嘛抽卫生纸？你干嘛？Oh my god！ 我的天啊！我不是 Emily， 我是阿四。对对对对对。OK 哦。哇哦！这套很好看。这有看得到，我要自己看。有那个头发都先剃过了，不行哦，不行哦，哇哇，然后头往另外一边侧，这样子吗？啊，对对对对，就是这样子，就是这样子。你的下半身是穿什么样类型的？哦，我刚没看到，没有看到，我看到是边边的，是三角的吗？哦，是三角的。我刚刚到底都在看哪里？不是你穿泳装之后对自己哪边最有自信？胸部吧。还是锁骨是不是？那秀一下锁骨。人家往上扭，上扭。这样吗？这样就不正，手按摩是哪个？不正，不正。顶开箱，至少脱吧，脱吧，脱吧，脱。哎，小心不要全部脱掉，你要不卡的。有让我们脱裤子，脱内裤一下。这是啊，很第一次，很美，很美。然后它是绒毛的，笨转一圈。你这种是大的型
空气那种 LV 的御用 model。不可能，这个腰这个肚子、哦、不得了。那我给好吃的应该是没什么。对啊，有些人就喜欢人妻类型的。喜欢人妻的站出来。可以。我要收拾一下。像他这样子这种没有毛，可是胸肌会跳，可不可以吃？可以啊。先这样。现在 OK。调控。哦哦，很精壮，很精壮。哎，抖音突然变得好好看哦。他就是少林寺的武僧。少林功夫好耶，太棒了啊！帅哥之类的搭讪。十年前的时候，然后跟我朋友去海边，我们就看到外国人。年轻的时候就是会有一点崇洋媚外，那时候就外国人就跑来跟我搭讪，他就说 Where are you from？ 然后我那时候英文没学好，我以为他说你的 iPhone 在哪，我就帮他。iPhone here。7-3-3右脑同向学习法，三个月让你轻松与外国人对谈。完全完全没有，连个真的都没有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是没有猪的？是不是？可是我觉得，如果遇到这种的话，或是我觉得张公子，他就会退散。你什么意思？我是张子。什么？你知道原因了吗？为什么根本没有人搭讪？但是我喜欢碰到变态过。我有一次在西门町，然后就突然有一个阿嬷就走过来拍我肚子，哎呦！你们少年郎拢请安内哦之类的吗？对，然后就说肚子肉很好吃的感觉，我能感受到有人要被性侵或者是要被车子撞的时候是愣住不会跑。可是他是阿嬷，现在有个大叔直接摸你的裤裆，但大哥他没有在侵犯你。在搭捷运坐那个手扶梯这样下去嘛，然后突然有个男生，他是我要下去，他要上来，然后看到他一直在看，就是装作没看到，他就这样马上冲上去，然后再冲下来，冲到我旁边，然后就说：“我刚刚就看你，我觉得你很漂亮，我可不可以跟你当朋友？”我就想说，当成朋友这么会跑，应该是跑友。我去冲浪的时候，然后因为你都要游到外面，等浪的时候就是你两脚已经是跨坐在冲浪板上的，然后我那一天就没有刮干净下面的毛，露出来，就有一个男生，你就会感觉到他在你附近滑，然后就一直看着我下面，他很想帮你塞进去。两三天前就有一个人出去摩托，想买背心那种，他是叫我随便开，我就跟说。预算之中，预算够灵魂都能卖。这些夏日战袍，你最喜欢哪一件？原本我一直都觉得今天我会最爱小智、OK， 对，就没想到今天的来宾，你现在在动摇吗？选不出来，对不对？李怪客还是我心中的女神。不要跳到别急，那不是你们心目中的泳装女神是哪一位呢？底下投票好不好？对，投出你最喜欢的。今天的男女 MVP。I already know better 24K got nothing on me Make you want it forever Try to play a game but you don't play for keeps Messing with a girl from the east side, yeah Kinda love you wanna build your dreams on, yeah 大家最喜欢谁在底下留言 Go get it when I got me, I'm good I'm at over shoes on hard 这支影片破多少观看？下次换我穿一定真的吗？真的破五万好不好？破100万的话，我就穿那个三角钉子裤。好，我们达成协议，就是这支影片破5万的话，我可以穿比基尼。那这支影片破100万的话，我要穿就是丁字裤。还是我觉得好像太不行哎。不管，陷阱答应就答应了。好啦，大家疫情在家，每次都看看我们的影片，养养眼。好，那我们下支影片见喽，拜拜。Oh my god！Oh my God.
这个画面不是每天。